物的部分呢，其实这边有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厉害的绝招，这是我个人就是搞出来的。对，就是远银新卡友最高可以拿到3亿上5元刷卡金。好，这东西到底要怎么算呢？非常简单。第一个，如果您是远东银行的新户的部分呢，你只要从我的 MGM 连结办，你就可以拿到600元的这个刷卡金。那第二个部分呢，你成为远银旧户之后呢，你只要再加办一张 Banky 卡，你就可以跟我领一份35元的咖啡，这样就635了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 Banky 刚好有活动，所以你 Banky 卡下来之后呢，你把它拿来刷3000块钱，就可以再拿到400点的金赞点。对，那最后呢，下一季的部分呢，我就会再帮你远银揪团友，让你也可以参加 MGM 活动，最高可以拿到2100块刷卡金。那远银的活动现在我这一团已经有大概超过44个人了哈，所以这样算一算之后呢，我大概已经有帮4个朋友已经就是揪满5个团友了，所以这4个朋友呢，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拿到2100块刷卡金，这其实是还蛮多的，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只要多多参加我的活动，我最多就可以让你拿到3000多块的刷卡回馈金，然后这真的还不错，好，请大家好好把握这样子，对。